随着发现脐带血干细胞及相关研究论文问世之后，脐带血变成炙手可热的宝贝，脐带血的价值也开始受到注意，被运用于治疗各种血液、免疫、遗传、代谢等方面的疾病，其效果甚至更优于骨髓，因而成为许多人口中的 The First Gift。目前它已经成为当今热门的医学研究主题，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:30国语一台以及9:无线三台的健康好 Easy， 健康有理 Easy 执行，脐带血干细胞的应用。